前往猝不及防的尴尬场面。谁肾掉了？这是？哎呦，刚开过刀，还热乎呢。这不是肾。这不是肾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13 Pro 吗？哦，谁手机掉了？我的头真的很大吗？很大吗？媳妇儿，第一次去我爷爷奶奶，你紧张吗？有啥紧张的？我进屋了，我就往大炕顶一坐呗。我左手搂你奶，右手搂你爷。我说喝点不？你爷你奶说不喝，我说不喝，我说不喝不行，我拿一瓶，我拿茶杯里，刮，看他爷们儿，哎呦，刮。一，用手把狗狗控制住，如果像这样用手按住小狗，它不挣扎不乱叫，很快就安静下来，那么选它准没错。二，摸小狗的爪子，一窝中爪子又大又厚的那只一般身体强壮，体质好，日后也没那么容易生病。三，对视，如果眼神胆怯甚至还往后退几步，天生胆小，后期也较难训练，如果敢一直和你对视，眼睛明亮有神，这种狗狗一般机灵且易训练。你别笑啊。哪里你别笑哎呦你妈一天我要和你吵架，由我老公撑腰。老公起来他说我说你揍他，我揍他了，你揍吧。喝啥吃啊？酒才多少钱啊你？哎，我正好想吃韭菜猪肉馅饺子了。假装没事了。阿姨，我哪两个这个？时间过了，走了。你干啥呀？啊？不是，咱俩今天就吃那个韭菜腰子馅饺子呗。咋的？你信不信我给你撇了？你敢？我去逍遥店啊。Later。